王先生打电话给花园酒店订房间。以下是王先生跟前台服务员的对话。王先生说，我想订一个房间。服务员问，请问您要什么样的房间？王先生说，一个套房，最好有阳台，可以看到海。服务员说，没问题。请问你们几个人？什么时候到？待几天？王先生说，我们一家四口，下个星期三到，住到星期六。服务员问，先生贵姓？王先生说，我姓王。服务员说，请留下您的联络电话。王先生回答说，96044836。然后王先生又问，请问你们旅馆有没有免费的机场接送服务？服务员回答说，有的，下星期三见。王先生说，谢谢，再见。星期六中午12点，王先生说，小姐，我要退房，请结账。服务员问，请问是哪个房间？王先生回答，6019房间。服务员说，请等一下。几分钟后，服务员说，好了，这是您的账单，三晚一共4500块，再加上120块的电话费，总共4620块，请在这里签字。王先生说，谢谢。服务员说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再见。